叔叔有卖橙汁汉吗？没有啦，我不会去做那种白痴的事情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林北不可能去做那种白痴的事情哦。你要卖饮料，你就好好卖你自己的饮料哦，不用在那边消费别人哦，我不需要去在那边像某些人搞一些哦有的没的。什么时候生小凤梨？有啦，要生了啦，叔叔在备孕嘛。叔叔，你生小凤梨，希望男生还女生？女生啦，女生啦。叔叔变瘦了、欸，我不是变瘦啦，叔叔是变壮。叔叔，叔叔都有在练呢、欸，有没有？叔叔的内内是有在练的呢、欸。叔叔，你要不要做医美？不需要。林北查甫人，林北做什么医美啦？林北就是维持这种 man 的形象就对啦 ，man 啦、啊，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啦。林北就是行走的费洛蒙，敢听林北意思？叔叔为什么这么帅？天生啦、啊，天生的啦。我好想应征店长，我不会抖脚，我会抖手，刚好摇饮料，你还不够会抖哈。你先去找阿扁学啊、哦！你有办法跟阿扁抖成一样的时候，你再来找林北。你敢挑林北一数？阿扁一秒6.6下，全世界手术排名第二的哦，第二快的男人哦，阿扁哦，第一是那个加藤鹰，然后加藤鹰的师父哦，就是林北哦，小弟本人哦，我已经不在排行榜里面了哦，因为我这个已经是。哦，小宇宙了，小宇宙，刚挑林北一数。叔叔，我男友说他1秒69下想应征莺歌店，去应征1秒69下，你叫你男朋友赶快去莺歌店应征，去应征。林北交代一下，叔叔有卖橙汁汉吗？没有啦，我不会去做那种白痴的事情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林北不可能去做那种白痴的事情，哦。你要卖饮料，你就好好卖你自己的饮料，哦，不用在那边消费别人，消费别人，然后好像要证明自己的饮料怎么样哦，这是 不需要哦，叔叔都自己做好，我自己就好哦，我不需要去在那边像某些人搞一些哦有的没的。叔叔，你女朋友好漂亮，灰灰啊啦，还可以啦，中班中班啊啦，面膜啊也会晒啦。哦，面看就要看有安尼啦，哦，还是讲即阵啊叫伊哪咧减肥的啊，哦，啊无即阵啊血色有较好一寡。恁敢会想要看叔叔演脚头安尼啦？脚头系列电影作品在过去成功受到关注，去年底影集版正式开始拍摄，集结前三部电影卡司，由蔡振南、高杰、王世贤、郑仁硕、孙鹏等人主演。该影集有不少黑道兄弟打斗、叫嚣、追逐场面，拍摄现场相当大阵仗。而去年凤梨叔叔曾在直播询问网友，如果自己演脚头，粉丝是否会想要看？如果叔叔拿 N 大头啦，脚头啦。哦，恁敢会想要看叔叔演脚头安尼啦？我是说如果而已哦，我现在说的是如果，如果你安听，如果叔叔拿演脚头，敢想要看？恁敢想要去看？没想到日前叔叔在 IG 惊喜PO出拍摄现场画面，解下临时接到电话，叫我一早6-7点要起床，说要拍脚头。可是嘛，刚到晚上帮你约啊。感谢干爹。过一阵子啊，
我要跟你们聊一下，聊一个问题。我今天去台北，我刚去台北，对啊，有踏起掉了。如果啦，我说的是如果啦，如果叔叔呢 ，N 大头啦，脚头啦，哦，恁敢会想要看叔叔 N 脚头安尼啦？我是说如果而已哦，我现在说的是如果两条，如果叔叔拿 N 角头，敢想要看？应该想要去看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再见面，文岛，什么叫文岛？想看就想看，不想看就不想看，有必要说话这样吗？酸民有必要说文岛吗？哈，叔叔演脚头呢，动作我在跟你黑白讲哦，叔叔今天特别去台北呢，特别去台北呢，见面呢，讨论一下，看叔叔下去演的话啊，会不会适合拍脚头的老板？我们今天见面，他问叔叔说：“凤梨，你会不会有兴趣？哦，我们这个脚头系列，哦，从脚头开始，脚头这样不错哦，感觉大家的回响蛮热烈的。”哦，共鸣蛮那个的，蛮大的哦。有这个机会，你会不会有兴趣？大家一起来玩一下，一起那个哦，一起来那个演一下这样哦。叔叔沉思了一下，沉思了一会，叔叔直接跟那个老板说：“很感谢你找我演哦，但是。”至于眼角头这个部分哦，我是觉得我应该不需要演哦，我不用演哦，我大概就是正常发挥这样哦，应该就可以了哦，完全不用演哦，懂我的意思吗？连纹身都已经纹好了，根本不用纹身贴纸，没错，要妆法还是要干嘛的时候，我都不用纹了，不用再纹了啦。